请帮我介绍一下 Type 三的这个扬声器功能吗？ Type 三，那它的特别里面配置的调教扬声器，那我们这边主要有四个喇叭，那我们你可以试听。声音上面是比较立体、比较清晰的，那你可以听到两个人，他们声音上面的声道是比较清楚的。那这是我们的 S 2，那第一个它是只有两个喇叭，那另外呢，它声音上面听起来是比较淡一点、比较闷一点，有点压扁。对对对，对，可以听出来那个差别。有。然后像我们 S 3的部分啊。它的声音，它的音道 是全方位，所以它是会是旋转的。所以当我们影片拿正的时候，它的声音是会跟着影片的方向这样子。对，喇叭的发声位置也会旋跟旋转去变的。对对对。好。那这就是我们的调声器的部分。那另外还有影片的部分。就像我们这个有就是高画质的呈现的部分，那我就同时放两个给你看。那这个的话，它有我们 Super AMOLED， 它有那个 HDR 的部分。那它的荧幕上面的对比跟色彩都比较明亮一点，就亮的越亮，然后暗的越暗。它锐利度就比较强，那对比也比较强一点。大概是这样子，那你可以自己去试玩看看。好，谢谢。